在大自然中，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宁静，让我们更加坚强和自信。五花肉片。葱姜干辣椒冰糖八角。冬瓜片。中小火。锅烧干。五花肉片煸出油，煸至有点金黄，加入葱姜冰糖八角干辣椒，炒出香味。一克老抽，一克生抽，一克蚝油，翻炒均匀，下入冬瓜翻炒均匀，加入适量的水，大火炖至20分钟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这是大自然馈赠最好的礼物。